今天就是等 GN 出来啦，在干嘛？在等 GN 出来啊。对，所以今天的 GN 大部分人不是都已经被偷跑光了吗？对，而且我刚刚在忙着打字啊，也是就突然四点五十几的，笑死。感谢预知的第21个月确定准国王海报，没有啊，国王海报不是24个月吗？对，2年啊。合作没有、啊、没有合作、啊，我的意思是说，今天的GN不是已经大家都看得差不多了吗？对的，两张新的大奖，灾厄级、公会任务之类的东西，哈哈。好、啊，那我就期待一下啊。我必须要用凯撒攻取。不知道创作有这个东西。干，我随便组个队伍，竟然打双周拖个时间，好不好？你们先不要这么急。对，这次不会了。这叫卡比，譬如说，我可以这样看一下，59啊，有人行完，对啊，我看到圆滚滚难以3D 化，是什么东西？生日很酷啊！最酷的生日不是就2月29吗？对，好啦，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这周新的GN，那我顽强信念的下一期。干，我跟你讲，不用开 GN， 看卡比，我右边也是一堆卡比了。巴黎怎么走？本来想要双吕布一个拉普的，可恶！好啦，对，首先是我们这周的GN哦，你们看右边，很可爱吧？全新的崭新哦，那这一期崭新之后结束之后，差不多也要接黑金或是合作的档期啦。对，那个黑金要解放。好，首先是我们的法雷迪跟雨果。那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只是兽类，但他说他是哦，听说他可以变成一只独角兽。他跟你讲，好，首先是我们的光人哦，光人的一趴大奖，没意外是一趴啦。光属性级人类成员攻击力八倍，生命力八，生命力跟回复力1.2倍。人类成员生命力攻击力回复，应该说光人类成员，好、哦，注意这个是光人类，还有，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就是直接写出来就好，可以不要用 icon， 不然你不仔细看，你真的是看不出来。光人类成员生命力攻击力回复力额外1.8倍，所以这是一个以光属性人类做主轴的那个队长，
好，而且就是如果你今天不组光属性人类，你只组人类或是光属性的话，其实对是很薄的。你们知道1.2倍血是什么年代的事情吗？就是我们旧北欧，好，那整个血量大概只会落在大概是4万左右，很惨。啊，然后像是光符石是全力攻击额外4倍，像是角色或种族符石增加2年级，那这东西应该是不能叠的，它没有写美，就跟那个什么亚古兽一样，好，增加一个2年级。那我自己是觉得你放在这两季的加康很酷，可是这二是真的有点太少了，真的，二是真的有点太少了。好，然后光人的我这边算一下，1.2×1.8，哒啦，2.16，其实也不多。对，以人类的体质来说的话，对，2.16倍血。啊，接下来对我技能部分，首先必然延长符石时间4秒，哈，十二符石尖光，触碰电极可以移动符石，武士粘符石燃烧，光符效果提升250，最后提升250，代表说它是350%，所以这个间距就，对，这个间距就算是你今天如果不能消光，今天如果不能消光珠的话，可以拿来攻击。可是如果你今天不能消光珠，我们先不论双队长，我们论单边就好，你已经掉了350%的符石效益，加上4倍攻，我觉得会看起来有点可笑啦。对，然后接下来这个东西可以切形态，然后有个很酷的形态。然后当法莱迪是常见形态的时候，不要看旁边的卡比了，我们把卡比截掉。这样，的时候减少40%手的伤害，全队无视3属跟5属盾。然后对回合结束时，将队长直堂转化为光符石。然后法莱迪这张卡片，所有的法莱迪技能是1减1。然后另外一个形态，皇者之剑是将移动符石触碰的符石转化为强化符石，全队武士固定连击盾。回合结束时，将最低一横号符石转化为光源族符石。好，对，这个没有艰辛吧？对。好，然后回复力部分就是单纯的2.16倍，然后好像没有其他的回血手段。对，光也没有艰辛样子。哇，对，然后接下来是他当成员，就是他当成员的时候不用当队长，有一些很酷炫的队伍技能。接下来说，像他可以那个，其实跟拉普拉斯蛮像的、啊。对，拉普拉斯在队伍中的时候，你左看右看也会不一样的东西。对，拉普拉斯，你开回血那招的时候是纯纯的副作用，攻击力减半。哎，这边是有攻击回复力 1.2倍，或是攻击力 1.5倍，可以当个小级上。而且我们光源有那个酷酷的光游侠、光水游侠龙科。啊，接下来是主动技能部分，可以选择一个形态，好切过去。啊，西洋常见引爆法莱迪这家伙的直航掉到光强化。一回合之内，法莱迪这家伙攻击力4倍，无视攻前盾，无视敌人防御力。然后另外一个皇者之剑引爆最底横一横行符石，掉了光人族强化珠。好，一回合自身攻击力8倍，增加8连击。对 ，switch。好，那这种切形态的东西，我觉得，对，因为他进场的时候好像没有说他 default 是哪个形态，就他进场是没有任何形态的，所以就是你要可能是要慢慢等，怎么等到技能跳之后去做一个切形态。啊，这两招以独特，右边这招纯增伤，我先不提啊。以独特性而言的话，光人的弓前盾，除了那个星矢之类的，还有谁 ？S 卡诺斯吗？对，之类的。所以这东西其实也不是说光人一个很缺的东西。对，所以当队员的价值普普啊，右边这招纯粹就很痛而已。会有加 C， 然后接下来是整个队伍啊。啊，我觉得斩金石在过一段时间都会出现这种，对，就是机体本身或是卡片本身看不出那种很明显的强度，对，就是没有到很优，对，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正常大奖。好，那我觉得就蛮普通，而且他刚刚弱点大部分也讲过了啦，对啊，亚瑟啊，而且你们会发现，其实这张卡片某方面来说是跟是怎么说，很类似亚瑟，对，光源队长、光源主轴，对，然后这边拿皇者之剑，好，某方面说其实蛮类似亚瑟，而且对两季加康。对，然后全部符石兼具光，对，其实看起来蛮像的，而且武士燃烧、武士粘符，然后触碰电击之类的，看起来蛮像。不过这是单队长，好，目前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爆。老师这张就普普通通啦，普普通通的一个队长，看你想不想玩。好像我关键没推主线，阿宅我也没推主线啊，我也不知道。也普普通通的一个光人队长，啊，我是真的觉得两康真的太少。如果他今天。假设他今天最后在倍率不变的情况下调高这个康数值，比如说加6康好了，对，至少他之后出去当其他人的副队长的时候，发现副队长的加康还蛮酷的。对，你看有些人暴力意思啊，对，暴力意思的意思就把加康放在队长技啊，对，可是两康是真的来搞笑，而且他这样写看起来其实也不能叠加，就是一个两康而已，然后蛮普通的。好，接下来是另外哦，还有然后还有个技班哦，就是手下这角色加两康哦，然后减 CD。哦，所以这个队伍本身你经常要切形态，你就必须拉3次角色出再切。好，大概是这样，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玩法。
能换形态很酷啦，不过看起来是挺保守的。然后出队之后也只有小小的 1.2 倍跟 1.5 倍而已。对，要是这个东西可以搬出队，我他妈还不吹爆！你想想看，如果今天那个这只你搬出队，你可以吃到这完整的那个这个切形态的效果，哇操！对，这真的哇操了。啊，可惜不行。然后接下来是第二章那个哈、二奖的部分，是一只兽暗兽。好，那通常这种二奖的这两季，我是没什么兴趣看的。对，通常都是比较看起来比较酷的一点。好，首先是他当队长的时候，头尾经常减六哈，所以看来可以玩出一些东西。不过头尾经常减六，其实对你也只有副队长会减，有其他花样而已。然后水火木符是兼具光暗符的效果，每击毙一个敌人，这张卡片减一。有飞弹效果的时候，全攻击三倍，无视三升无所盾，对，很普通。好，然后对，没什么特别的。然后队伍技能以他做成员的时候，因为二奖通常有一些酷酷的放队伍中的效果哈，这张以这张做成员的时候，进场回合结束时将光暗属性的兽类成员直行最顶跟最底一行，以力符添加为兽族符石，就好像没什么很特别的地方，对，是真的蛮普通的。如果他今天是转对应的珠子的话，对，觉得说你今天放光，纯暗兽，对，上下两排直接转给你转两横行出来，呜，对，那就很酷了。可是添加为兽族符身，那就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对，我们先不论像巫图那种完全无条件进场全队火神减三那种很病态，我们先不提。这个我真的觉得他可以给两横行，对，就是两横行光暗兽的那个。那如果你今天真的不想要他转那么多的话，你再去调整队伍中属性成员就行了。对，然后接下来主攻技能部分，主攻技能蛮酷的，因为兽类的常驻增伤除了那个谁，奎内赛，因为奎内赛其实之前不好维持，也是现在最近出了克洛伊跟凯撒的时候，你才觉得说，奎内赛其实蛮强，因为它很好维持，它有点晕级，又有增伤，对。可是现在，除了奎内赛以外，其他的兽族身上都是一些什么像多多啊，什么波安呐、对，就是全队的，不然就单体的，像哥吉拉这种，就看起来很好笑，对，比起人类什么马奇、露西、庸子那些东西的，好，所以来一张兽类的我们叫阿努比斯啊，对，就是暗的，就是1.5。啊，全队攻击 1.5 倍，兽类成员以50%攻击力追打一次，回合结束时引爆最底一横行符石，掉落暗兽族珠。好，就如果你今天要狡猾的话，引爆最底一横行，所以这个暗兽族珠会在顶牌。然后使技能可以随时关闭，关闭时两回合内可任意移动符石回放下，就触碰电击跟镭射就可以移动符石。啊，注意哦，没有办法攻击哈、然后这张雨果的卡片攻击额外三倍，好，小击伤。然后这边它有一个新的技绊哦。以自身50%攻击追打两次，很酷，因为之前都是追打，之前都是100%一次之类，或是30%一次。那这个是50%追打两次啦，这是第一次出现。那接下来是我们酷酷的攻位任务哈，解除黑白，将光暗转化为强化符石，三回合之内首批掉落必定为光跟暗珠。好，标准的攻位任务规格。啊，没什么特别啊。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七风灾厄哈，将于每月7号进行复刻。不过当然这一次开是会开很久啦，然后这个关卡是只能神妖龙兽成员进行。你们知道为什么是神妖龙兽吗？因为怎么说？因为只有这几个有核啦。但当然我觉得这是废话，就是只有这几个能装核。好，那我原本以为它是光暗，因为你们知道最近的那个光暗队长其实蛮。比起水火木成员来讲，其实更新的蛮慢的。啊，你看看最近新出的光暗队长，如果我们不算上修的巴力，对，跟主轴在神族，对，而且是最近上修的捏索伊的话，最近像什么可能天使兽吧、亚森吧、空暗北欧吧，就是这种类型的东西，你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对，就这些而已啊。对，你真的要讲，你推到上一次出的那个光队长。对，是谁？撇除我刚刚讲那些，又是捏手一，对，捏手一刚出，对，所以其实光暗队长本身没有什么在更新啊，感觉申报相继第13个月续订，哦，可是你想想看，因为我本来想说，哇，那个经典，哦，对，还有光暗原魔，对，就是这些类型，光暗原魔平常也被嫌弃啊，有什么办法？对，可是你想看水火木队长，你想想看，这今年的黑金就是水木水啊，然后还有解放的艾莉亚也是水啊。对，所以我想说，哇，光暗进入应该很刺激，有几个没有，它是龙兽，龙兽妖神，因为只有这四个家伙有核，我觉得，哦天啊，本来想看光暗队的，不公平，对的，为什么只有水火木没有光暗？好，接下来是机师的队长技能哈，
哎，这武中只有神跟魔哦，神极魔它是硬限制，全力攻击15倍，生命回避1.5倍，水火木互相兼具50，然后消除水火木攻击也会哈阵。平常在凤凰这两季其实没有什么好期待的啦，也除了我们煞胖以外。好，接下来是我们的鸡舍队伍技能哈。哦，可是鸡舍的这个开核心的技能应该是目前所有蜂王里面，应该是跟煞胖其实差不多档次耶，我觉得黑白空间生效的时候，神族及魔族成员追打光焰攻击各一次。好、哦，这个黑白攻击，黑白的那个技能是非常非常强的。你们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很强耶。对，某方面来讲，在功能性上，甚至比煞胖的那个，对，甚至比煞胖单纯的单人四倍来讲更强。对，而且你要知道，祭司是一张水属性的卡片哦。对，你带出去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在水队里面帮，或是水火木队里面去捡到光暗属性的攻击，这就蛮酷的。而现在主动技能，我觉得祭司的主动技能其实也做得蛮不错。以一张普通卡、免费卡来讲啊，将所有符石转化为固定数量及位置的水火木强化符石，哈、哦，水火木强化固定数量及位置。那我自己是觉得应该是跟炎希互动的版面一样啊。有没有人记得以前的西方跟炎希是有什么记得？对，水火木那个版面，水火木直排。那当然，他要做成一个很奇怪的版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我也没想法，只是我个人觉得应该是长那样子啊。然后一回合之内，神族及魔族成员追打队伍成员属性以外的属性攻击各一次。好，所以如果你今天在纯水队开全部人就会火木光焰，所以这招全部的神族跟魔族就会火木光焰，所以其实这一招的增伤效益在你属性越少的时候越可观。而且我方面讲，它也是一个解五色盾的、啊，对，五色攻击盾、次数盾之类的，然后还有五色拼图盾啊，而且它本身是转化为水火木强化珠啦，所以对以 CD 8来讲，我觉得这个技能非常还蛮合格的。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个技能哈 ，CD 6神族成员进入两回合抗分战，为什么这边就不是神级魔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从头到尾都是神魔，然后对两季也是神魔？对，就到这边就突然就不是神级魔了。对，结果只有神族是进入两回合抗分，对，搞笑。然后一回合之内增加10连击，发动神族成员角色符石，将移动符石，移动符石触碰的符石转为神族强化符石，发动魔族的话则变成魔族强。你看这边是神级魔，这边是神或魔，啊，怎么一就只有神？对，奇怪呢。不过这件本身也不错 ，CD 6加10抗跟抗分，本身也不错。然后还有那个全版的种族强化组，看你要不要撸。对，一张免费卡来讲，我觉得机师做的还不错。而且你看他的那个看灾厄蜂王的好兄弟们，对，你就觉得哇，这机师这个技能给的真的是高质量啊。对，这个定版，这个拼图盾，对，这种东西全部塞在一起，感觉就蛮不错。好，接下来是那个核，对，卷虚核是这样念吗？卷虚核。那你们知道吗？这个技能，这个核在偷跑，就是那个什么啊？官方先释出给达人的资讯的时候，这边是写自身主动技能增长2，是没有这个进入关卡后的哦。我们来个什么东西挡住？把这个挡住啊！好，你要知道一开始是长这个样子，好，就是。自身主动技能减少2，我还想说，哇靠，就是要不就是他打错，我自己是压打错一票，要不就是什么要进入那个大跃进，就跟弹射最近一样，就进入那个大跃进时代。这个东西如果是永久减二，他应该是真的设计师他脑袋是撞到的啦。你们知道永久减二有多强吗？而且是神通用，而且还不是黄。对，不过很可惜的，现实是骨感的，还是长这个样子。它是进入光卡后，那当然进入光卡后其实也不错，因为你知道，因为我之前应该讲过很多次，现在的技能很强，所以基本上所有的队伍，或甚至说所有的一线队伍或是速刷队伍，都是在抢着开技能，哦，开技能打一波，开技能走一步一招之类的。对，所以进入光卡减二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几个人有，那最多的就妖精嘛。对，妖精除了他自己的那个吹的那些笛子以外，还有，游戏声好大，真假的？除了妖精自己吹的那些笛子以外，还有那个什么？侍奉的核可以用，都是减二。可是大部分其他人都是减一。对，除了一些比较特殊的独立龙科，觉得就像那个每所想用的那颗讨伐战给的那颗牧人。对，所以如果他今天真的，如果他今天就算是进场减二，对，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好，因为那个前两个神族核，一个是那个什么，那个奥丁核，一个是路西法核，对，这两个核比较注重在增伤。可是你想想看，当你能开技能的时候，对，增伤算什么？我开个技能得10倍增伤之类的。好，所以我自己给这个核是蛮好评的啦。
对，减二主攻，而且是神族通用的，神族很多花样啊，对，很酷哦。然后接下来是他的那个队长给的那个龙科技能，其实这龙科技能还蛮酷的，以五十万攻击追上水，神族成员是全部哈、哦，然后对敌方群体造成一二三四七千万好水属性伤害，砰，整个就噗出去。那当然了，平常应该用不到这伤害，这伤害应该喷死人，对，可能还破给你神盾。好，以上就都决战。啊、那我觉得这期的崭新蛮普通的、啊，就是一趴那张我觉得蛮普通的，就是除了他的那个羁绊是减一 CD 跟加二啊，对，这都蛮酷。不过我他当队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啊。不过我觉得4.5%这一支的，对，总结他多一个追打很可惜、欸。我觉得他要是十倍率给高一点，像是两倍，就1.5真的是给像是两倍，对，而不是给追打的话，我觉得这张其实。对，算是狩猎还不错的场子，就你可能树上会想用，就开着，然后划一排，划一排，划一排，老蛮可惜的、啊。而且他这个队伍技能也是啊，队伍技能如果他今天是光或暗的狩猎成员最底跟最底转成直接转成兽族属性猪，而不是只有兽族猪的话，对，真的很可惜啊，不哭。好啦，看完这灾厄关卡资讯没错，我们今天接下来要看的就是我们的灾厄关卡资讯哦。等一下，来，这张关卡资讯已经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关卡资讯图做的蛮那个，哎呀，我还是直接截下来了，直接那个，哎，这样做的蛮漂亮的，我觉得。啊，先看机师三位帮我看一下。理论上讲，这种灾厄风都是胖到不行啊。机师，我觉得他的回复力跟攻击应该挺高的吧。然后那个三维是54012387690哦，5401血哦 ，Oh my god！ 好，首先灾厄级，那等一下哦，打蓝色的、啊，前几次都是看起来死的，而且前几次上面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棵树，哦，就是一只龙，对，不然就是想要秀给你看牙齿很好看的那些奥丁跟路西法，对，上面这是鸡翅，对，然后配上那个蓝色的饲料，看起来就很，对，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啊。好，然后这是关卡资讯，哎，关卡内容主要是以神族为主的哦。有没有发现少了哪一个命运女神啊？哈哈。好、哦，可能伊登不想打架。好，首先是第一关，那我觉得这第一关应该算是近期比较神经病的那个啦。有人讲是5457啊，没办法，那个灾厄风都嘛这样。对对对，加20的奥丁 skin 到7500血，它也是暗属性的。对，灾厄风就是肥，而且身上还是神族哦，整个游戏三维最漂亮的那种。好，那我们这边看一下。首先第一关哈，第一关就是14，注意哦，14万攻击，无视减伤哈 ，CD 2哦，348亿，我觉得这已经基本上是越挑战等级的啦，对，越挑战等级的开场高压。然后我所讲能进去的是龙兽神，欸，龙兽神妖，对，龙兽神很胖，对，妖精啊，他有自己会想办法的。然后第二条显示 CD 1手消三康伯盾，手消水火木同康伯盾哈。那这个盾，我跟你讲，首先我们现在看一下成就啦，成就没写出来啊，成就是队伍中只有兽头尾相同跟五色，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先预设队伍是凯撒啦，对，队伍中只有兽头尾相同跟那个五色，对，我们先预设双凯撒，那双凯撒第一关闭着眼睛扛啊，然后还无视燃烧，然后无视反手枪，你要知道这整关里面大概有五，哦，下面有写没有？我没有讲这样子，啊，反正听我那个啦，就成就稍微讲一下就好了。整关大概有五个反手消盾吧，这个凯撒基本上闭着眼睛转。然后第二条，第二条血部分，手消三康姆，凯撒是以无视。然后连击相等盾可以透过那个什么，凯撒的一技去做无视。好，哦，是双队长兽啊，也是啊。对，克洛伊比较难搞，因为克洛伊有那个也有一些技能，因为首先第一个克洛伊本身就不太那个啊，对，克洛伊本身就不太擅长应付反手消这种东西啊，更何况这关反手消多到一个不行。对，可是兔子蛮好，兔子有一队很低能的队，我对到时候再跟你们说。好，然后接下来第二关哦，经典的三只小怪，三种猪手消，三种猪不能手消。好，经典的，最近很常出现，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第三关，水骑手红绿灯，五鼠小花灯回复归零，然后手消水伤零攻反击500%哈，这关血量457亿没。好，然后重点是这关是魔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关是神魔混杂的，你的神度偏多。啊，接下来第四关也是一个重点关，就是先攻。101208，然后无视减伤，
好，所以这关的血线是你要把血线撑到一个有点高的程度。好，然后接下来是上下碎裂哈，头诶横顶牌跟底牌12颗碎裂。好，然后无视减伤又来，然后地减从15会降到5。然后接下来第二条血一级必杀 CD 3左右暴风烈毒解，然后手上光暗星同伤魔盾。这个烈毒解是还蛮酷的，就是你只要给他上烈毒，他的那个暴风就会解，就会那个就会解除。好，不过我相信现在以现在的队伍来讲，你要不能动暴风，要不就是你只要消光暗星就直接那个了，那个烈毒解其实可以不用特别去理他。好，重点是下一关啦、啊，而且因为下一关有技能封锁，然后打67万无视减伤。好，然后木印记盾。木印基盾一颗是一个印记，然后十印基盾，然后手上木伤眼弓，哦，只有这关打67万哈，五次减伤哈，然后技能封锁，所以你在前一关的第二条血的时候，你可以先开母母的那个防锁技能的二技下面那一招，哦，光暗星都在中间，其实蛮方便，但是他的木被卡在左右啦，所以木属性的队伍稍微注意一下，好，刚好这关防锁。哦，然后最后这个木印记是回合结束才会给你的，它不是回合一开始就会给你的。哦，所以等于说你只有一回合时间可以搞出十颗木珠，大概这样。然后第一回合进场嘛，第二回合搞出十颗木珠嘛，第三回合输出，大概这样。而且、啊、最后这关有那个混沌值啊，讲到这个，因为混沌值本身是一个状态，即使你今天已经四核心了，它还是会出现。所以这个东西其实算是给凯撒一个常驻触发对讲机啦。凯撒对讲机不是有个什么场上有附加状态的时候？减40%伤害吗？对，这算是另外一个给凯撒那个啦甜头。对，所以因为有混沌值的关系，所以这关的减那个印记盾你要小心把它挤掉。好，接下来下一关全版冰封手，然后全版盾月光女神无视减伤。好，这关没什么特别，主要是二血。哦，二血这边是50%都无法控制，所以你没办法用水弹这些东西把它炸过去。然后小太郎这种东西又进不来，因为人类没办法进来。好，然后这边是受伤反击200%，也就是他会弹40万。哦、所以你的队伍至少要带一个根性或是减伤，或是你直接用脸接。那凯撒本身用脸接啦，凯撒本身20几万血，双40%，也是用脸接哦。好，接下来下一关三只小怪没什么重要的。好，接下来是第八关。好，第八关，弓前盾扣血90%无法控制，克敌强化拼图盾线。好，因为无法控制，所以是火强化拼图盾。然后第二条血是 CD2 越攻越强，手消5种不同抗魔盾星通用全版结界。然后这边有个敌石化解，但我觉得应该是不用特别去理他，就是。第九关，那我们灾厄级的那个灾厄级的传统啊，第九关通常是来搞笑的，通常。好，这关 CD 三固那个什么 CD 三必杀啊，手消七康不盾，然后火伤灵不能手消火，你看这边有一个反手消。好，现在是王冠了，王冠的四条血，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一代路西法比较可怕、啊。对，这一次的四条血反而没那么可怕，就是至少相对起来啊。对，首先进场第一回合是敌酸水全版冻结，那这个冻结是不是可以消的？就是半冰状态是可以消状态。然后红绿灯，然后克敌属禁消。哦，克敌属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条血那个，是禁消木，6.54秒。哦，今天戳穴那个6.54秒是你吗？我今天有看到，哎，好屌、哦，难道就是您吗？对，6.54肯定是躺到底了啦。好，而且第二条血是敌转火两格角色珠地形反击40000，克敌属禁消啊，基本上算是还原那个啦，七风王，对，原本这个七风主线的，七风主线就是一直跟你说，哎、欸，水火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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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不能消，对，然后要注意的是这个第二阶段啊、哦，这个第二阶段它还是会揍你一下，所以含反击你的血量要达到137000，加上再加40000，哦，很痛。不过王者是可以减伤的啦，所以十血要超过40000就是。好，现在第三条血敌转木手消木伤灵攻反击500%，左右毒20%，克敌属清消。那这边要注意的是，因为上一回合是火属性的，所以你进这回合会有一堆的木珠叠在一起是不能消的，是突然变可以消的，可是你不能手消，好像稍微注意一下。然后这最后一条血是敌转水附妖重置水怪最好转水手消水灵攻追击，这个是摩天轮啊。对，然后克敌强化新一顿线，好，这个是木强化平土。好，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核心哦，核心的部分，敌砖水无法控制，还原扶持攻击无效。每回转固定水火木星强，首要新伤灵攻反击500%。好，然后核心受伤条件，核心700亿血，核心受伤条件是必须消除水火木，水火木强化连击向的盾。那这个东西本身是算在连击向的盾里面的，所以你可以不用担心，好，可以无视，不用怕。然后接下来是首消10型
线，好，这个就是十字盾啦。好，那这个十字盾比较特别的是，我这边示范一次给你看。好，这个十字盾是我公掉我图片。好，啊，好，你们看好了，这个是不是十字？你们觉得这个光是不是十字？好，所以这个光是算一个十字的。可是这样是不是十字？这样就不是喽。好，这样就不是了。这个盾很特别，就是它只会算五颗的部分。好，六颗不行，一定要五颗。对，单纯就是十，就是五颗，你突一颗少一，突一颗出去都不行啊，你把它拼成一个突也不行，就是要五，就是要五株的十，这很奇怪。对，然后三个十，然后他送你的版面是水火木墙各八颗，哦，新株六颗，我以为他会送你水火木墙各五颗，然后剩下十五颗是新株，看来我还是有点狠。对，其实没有啊，现实世界是水火木墙各八颗，哦，所以你会多三颗。多三颗各一属的杂株，然后六颗星珠，哦，六颗星珠记得要叠好，因为它还有手消新伤灵功反击啦，哦，大概这样。然后还原符师只有进场那回会还原，之后就不会还原了，哦，大概这样。以上是我们七风灾厄的资讯。那你问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我不知道，我会通灵。对，我会通灵。然后关一样还是孵化子，干，我就觉得混沌子东西，混沌子东西真的有个靠背。就有人没有，就没有，有人没有合呗，哭啊！然后十字啊，你要清到第四个十字也，就是要开主角拉上去啊，不然正常情况下版面上最多三个十字啊。这我们没有，我会通灵啊，对不对？我会通灵。这样到十字没错，你要三个十字，所以换个方式讲，你可以这样切，就是这样。哎呦喂！对，这是其中一种其中一种切法啦。那当然，实战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有很多其他的切法可以用。这样，对，你可以像这样切，对，像这样就是叠四康，对，三个十字。好，版面上是这样，六颗星珠剩下各八。对，然后像我刚刚讲到的，这个不行，哦，这个是不行的，哦，然后这个也不行，哦，突出去都不行，就是只能我刚一开始那种切法。好啦，对，有没有什么问题的？有没有想要发问的？我会通灵，可以通灵现在合作吗？就算这个知道都不能讲。对，哈哈。哎，他特意是那个啊，摘了混沌纸。两边各二算十字吗？什么意思是两边各二？我需要更怎么说？更明显一点的提示，两边各二什么意思？但是没有没有三个要三个十字，要三个十字，就那种十字一样没错，要三个都要十字，所以就像我刚刚示范的，要这样切啊，对，要三个，你就把它当成三个拼图盾啊，而且其实说真的，三个十字你能切的地方也没多少个地方啊，对，就这样，就我刚刚示范，现在。对，基本上你也没几个地方可以放三个十字啊，了不起就是下面那个火柱在右边一点啊，对，不然上面那个水柱下来一点啊，对，你就把它当成三个会在这地方出现的拼图盾就好了。有需要复制的必要吗？我自己应该会做两颗或甚至更多，减二是真的很香哎，对不对？减二是真的蛮香的。看，我要解合体了，双周放一个这么痛的巫师减二仙宫，到底是在？有人聊得太开心了，
对、啊、我觉得永久减二是真的，永久减二是真的中到了啦。就是如果你今天他真的抽研究减二，然后他没有修的话，那真的是中到了。对，不过经常减二是真的蛮不错的。懂我意思吗？经常减二是真的蛮不错，因为我之前有讲过啦，现在的所有的，一线队伍或者是平推拓荒队伍或者速烧队伍，我们做的事情就只是要让技能赶快跳，你技能开一道下就解几百种盾，对，增伤几百倍。对，全部的事情就是要，全部都只是为了让自己赶快跳，所以越快跳进的东西会被我们再多重视一点。好，怎么弄死？没有被仙宫打死啊！两个两个啊，这纯魔阿贝，健美 level 十吗？已经有人帮我贬过了、啊。那熊猫猫半夜把它拿去打亚瑟了。哎，这是怎么会打亚瑟？是因为需要一倍斯吗？因为他知道没有一倍斯。所以他通常开我装打亚瑟是因为要用伊贝斯，没有，他要四个黑金武装龙科。对，我的天啊，难怪是要登我的账号。上次没抽被一样没有，就是你抽你想玩的东西嘛，对不对？我可以跟你讲，你现在就算打几跟凯撒这种真的黑金级别，然后被大家觉得很强的东西，你都不抽，你还是可以活下去。对，现在通关队伍很多种啊，对，你就抽你觉得你自己喜欢玩的队伍就好了。我自己觉得凯撒的变化蛮多的啦，可是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那就对留下来看你会等合作啊。哦，讲到这，你们知道日版？对，在场有没有人玩《弹射世界》？你们知道日版最近有个活动，就是我自己今天晚上讲过，就日版昨天有个活动啦，它一天其实是12点到跨日12点啦，限定你有1000瓶水。好、哦，你们知道1000瓶水什么概念？1000瓶水是他妈的25000体力，我们崩，而且重点是日版还有一个配合的活动是体败，好，崩坏浴场只要10体，对，那个 PU 的那个青，蓝色，绿女王也是只要10体，哇靠，那真的喝到吐，你知道那个打崩坏浴打大概1个小时，我才会去看一次，还没喝完，我总共喝掉了550几瓶，而且这个东西那个跨日之后没有不见。快之后没有补给，他快之后如果你没有重登游戏的话，你还可以继续喝。而且更好笑的是，你那个什么，你如果早上起来，你还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是逛崩坏浴逛到睡着啊。你看这个是8:40，这个已经是今天早上的事情了。对，我昨天晚上逛崩坏浴逛到睡着，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发现那个提水还在，所以我总共喝掉了快550瓶。哎、欸，我好厉害啊！而且听说还真的有人喝完呢、欸。这到底是？那、啊、很有趣啊！希望台服到时候也有类似的活动。啊，这样通关就很多都有可用，所以当然是选自己除的啦。啊，走。啊，那我就打完这个，应该喝完了，还好吧？4个小时喝得完吗？我们喝一次最高到99，这4个小时应该喝不完吧？啊，那我们打完这个就差不多啦。那注意一下，今天晚上有西瓜商店哈，我觉得你都应该随便开个什么台。记得来买。然后今天的西瓜商店会有不同的东西，就是官方有那个中秋贺卡，你们知道应该知道吧？祝各位中秋节快乐！那个中秋贺卡。好，所以今天西瓜商店会进货3张中秋贺卡哈。那虽然怎么说没有很多啊，5颗石头、2只鸟、3只体维剂，一个零食。对，没有很多，但是一个很酷的心意啦。所以如果你们今天晚上有抢，可以来抢一下。那中秋贺卡这个东西不包含在不能选第二个选项，好，所以，我之前有讲过嘛，你的那个什么，你的那个买卡跟贴图只能选一个，好，可是你今天可以选买卡加中秋贺卡，如果你今天有抢到的话，等到价钱我再想一下，应该不会太贵，就是应该不会贵到跟买卡一样贵。好，这个东西我允许你买两个，不过当然你不能买2张中秋贺卡、啊，这个我说的，你不能买2张中秋贺卡。好，那就等今天晚上9点啦，对不对？就想 OK， 那等今晚9点啦。对啊，连明年的中秋节早就过期了，好吗？啊，然后那个什么，听说商店有卖我们的胖丁，给你们看一下。胖丁的哦，灵魂商店是不是。对，胖丁 pick up。对，连这游戏也开始 pick up 了。对，记得买一下这个胖丁招，其实都肥到一个不行。对，我示范一次给你看。
特种宝石五颗啊，五颗石头，两只鸟，三颗三瓶体维剂跟一个零食。零食我就觉得大家都没有很不是很有兴趣，就是。胖，好了，胖。好，那蛮期待我们的毒龙变那个啦，毒龙变胖，毒龙这个再乘一点二上去是真的见鬼了。这个，哈哈，好啦，差不多啦，我们看我们丢个木棉花，九点钟啊，记得哦。对，那如果今天九点钟我没有开台的话，那肯定我应该是睡死了啦。对，我是觉得几率很低，但如果我今天九点钟真的死了的话，那就明天的九点，好吧？我觉得几率很低啦。我看一下啊、哦，依旧现在开台 ，OK OK。好，那今天晚上再小开一下，拜拜。